新冠疫情肆虐之际，慈济雪龙分会在各社区环保站发放食物给有需要的人。我找不到工作，很难呐。之前你做什么的？旅游社的，加温的。哦，做那个旅游的，在旅游温车的。现在旅游业什么都不能做，不能做，就是不能做了，他就不可以做了，就麻烦到现在。Thank you. We are doing a makeup business. So makeup is the no more running past 2 years. So this support is really supporting us to survive. 在最需要的地方，慈济一直都在。这次选在慈济活动点发放，就是希望让受困家庭能够找到慈济人。今天呢，拍日用品给那些需要的人。我们是大汉了，你哈，慢慢来，还可以。付出还要道感恩。汗水下，志工来来回回为各组乡亲扛大米、搬物资。希望透过善与素消弭灾疫，除了劝素，现场竹筒也汇聚众人爱心，延续助人力量。台新闻真善美志工张志亮、周振华、梁倩怡，马来西亚报道。